好，接下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9度，降雨几率都在1%左右。太武雷一全日18度到31度，有20%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6度到31度，降雨几率都是20%以下。高雄的桃园区那玛夏茂林10度到30度，20%的降雨机会。阿里山11度到28度，也是20%的降雨机会。仁爱鱼池水里信义8度到30度，1到2%的降雨机会。和平区11度到28度，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南庄师坛泰安16度到27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12度到29度，1到3%的降雨机会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6度到30度，30%以下的降雨几率。大同南澳15度到29度，也都是30%以下的降雨几率。新城花莲市吉安22度到29度。秀林万荣15度到29度。寿丰丰滨20度到30度。凤林光复瑞穗20度到30度。卓溪玉里富里8度到30度，20%的降雨机会。而在台东的东海岸地区21度到31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5度到29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9度到30度。南回地区17度到30度，1到2%的降雨机会。在兰屿乡22度到29度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9度。